日前网曝有网友在地铁偶遇于晓彤陈小云的照片，照片中于晓彤与陈小云两人都戴着口罩帽子，包裹特别严实，男方大方把手放在女方大腿上，动作亲密，疑似恋情曝光。对此有媒体向陈小云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表示目前还没了解这个事情，艺人私人问题不是很清楚哦。据悉于晓彤与陈小云两人已因为综艺节目相识。非常娱乐，实时报道。